你跟 Ryan 出去，是有关怎？伊根本都唔知要珍惜，你都爱调高伊失踪两工，伊顶多会记关心你。我叫你主动 ，Ryan 弄不好我好伊欢迎。啊，若无用过的方式，伫 Ryan 那边头先消息一讲试看卖好啊。只要勇气，甲我的话听入去，要假使曾国豪都有机会啊。我头拄啊，差一点就捡蔡云伦下骹手人掠走安尼，代志太过紧急啊！我卡你的电话一直拢卡袂通。我唔只系想讲吼，先离开，才来跟你联络啊。这边蔡如，伊是真正角色，伊来我是条活命，伊是要先对付。然后我前晚就看到你的下场，才过来对付我。我真清楚，你明明就是江宏杰因的人啊！你阁想要骗我？你当作我真戆？玉如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一直把你当作上好的头家，嘛是上好的朋友啊。啊，不过蔡如起码现在啊，宏杰欺骗伊的感情。伊即马推的人吼，拢失去理智。我惊伊要甲洪杰毁掉，啥物代志拢做会出来。你知影遐尼侪秘密着，叶丽梅绝对无可能甲你帮你死。你唔通袂记，只有死人才无得开嘴。所以你着爱甲我联合起来，甲叶丽梅母好到，才会当保庇你平安无代志哦。那你即马咧，你拍算要安怎做？敢讲咱着放弃离开啊？吼，当然嘛无可能，即马我也袂结束。我绝对不可能和你干那回事。好，伊若这么想要死，咱就去作鬼。Hello， 各位令粉，你们好，今天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几位，我们继续。学长，怎么可能每次都你赢？学长都在睡觉，而且大热天还抱拳身，跟你什么关系？想死啊！那么久不接电话，现在可以讲电话。这种鬼话你也信？真的是跟你姐一样傻。你在直播上画歪眉毛，你看一样左手拿杯子啊？到底要喝什么？快决定啊！你知道我喜欢少爷。废话，这都看得出来好不好？哎，手机怎么在我包包啊？阿邦那么爱捉弄我姐，哪有像你这种学弟一直欺负学姐的？学姐，你肩膀这么重，哪里？快把我弄掉！哎。我现在才知道喜欢一个人是这样，根本是看我。没有，再给你们喝。吃坏肚子，那很严重哎。我多幸福。尤其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都还没有出轨，你们给我搞这么好的。或者是你找到了车子，结果他停在你后面。我装反了耶！啊！反正就有马丁混合。